恁爸爸陪你来看婚纱、还是我未婚夫啦。嘿，姐夫，拍谁啦？拍谁啦？关系啊啦，刚未想老，有钱得呗。啊，你要放贴吧好不好？你搁讲嘞，电话也无留给我。准备给你通知。OK， 拜拜，拜拜，姐夫，拜拜，小姐，你都较大那里，你肩拢较大，你肩就卖肩咧，哎，大把人肩咧，铁铁门，你肩顶头的玻璃，哦，对对对。我就呵，对对对，你话诶，迄玻璃比鸡卵哦，佫较烂嘛，破死啊！我着好惨啊！而且安尼金雪小姐这边闹哈你母啊，哦，人即满足流行的呢，足水的啦，是恁门大兄，英雄，这个水无？实在有影，功夫做歹，肯定变阿去。是啦，是啦。对对对，我这边。哦，我今日在做高阶，哈，来倒关门。唔是啊，我等哦，等即摆咱无看到气象，我等气象看了后，我再来去倒关啊。真奇怪，新闻啊，拢逐日拢报，甲阮爱直看，直看，安尼讲啊，气象啊，气象啊，两当拄啊报到即摆报会变呢，无落雨变落雨呢。爸，你今日是大兄真正咧看新闻哦，伊是咧看伊介意的女主播。啊，不，等你下班。你甲伊讲看卖吼，我甲伊来看。哎呀，我阿爸，我无啊关掉啦，我甲伊来去斗分。食啦。目前产生的热销量大概19000，目前是不够。咱来走营业出来，咱关袂掉。哎，是青啦。哦，电源。你是咧？我来看看。喂，凯西，阿姐话什么代志啊？明仔载，要唔过我也无甲正样的衫啦。好啦，明仔载再讲，拜拜。是多一只小狗开的，是文学姐啦。哦，你拄仔咧讲啥无衫？啊，恁是要从啥？哦，你偷听我讲电话。我坐伫你边仔尔，你家己讲哈大声呢，我都要臭伊人个。哦，晚安。哎，无啦，还佫山寨啊，山寨啊！嘿，报纸即摆写安尼哦，袂歹咧。迄几个塑胶袋仔，只拢袂用个用个哦。哦，安尼咱会省足济哦。家己哦自备了购物袋啊，莫去用迄保丽龙啦、甲咱塑袋啊。哦，迄种个拢安尼袂烂吼，啊袂红安尼，粪扫一堆啦吼。安尼咱个环境愈来愈歹，安尼环保拢做袂好势。诶，囝仔，我是感觉哦，无咱即摆规气哦，甲咱塑袋嘛拢莫用，咱用迄个纸袋啊。啊，甲即摆统计哦，讲迄公家机关。使用迄个塑胶袋量已经减80%-90%啊！但是是公家机关，我看咱这感觉兼算民间企业，咱嘛应该配合政府，哎，该做袋也好。安尼就对啊。我要出去啊！这里，这里啥？啥？我检查一下。哎，你去检查啥啦？我看你有在了，咧闹经闹街，怎出去穿无啊？无啦，你放心。啊，你别动。我和朋友要吃饭，啊，我袂赴啊，拜拜，拜拜。哎，小玲，哎，恁查某囝呢？要出门，啊，恁来拢无关心一下。你这遐闲啊，什么好关心的？遐闲啊啦吼，啊，若有代志的时阵哦，你就知。喂，要倒？要你管。阿爸，我无甲你讲哦。有，迄阵看电视时，我就甲你讲啊，迄查某人就敢若哦，有一片乌云，安尼熊熊打我来，啊，迄天气就开始变，所以讲查某人哦，甲天气同款。这水会用伊无？欸，你嘛较拜托诶，人洗作遮水，穿衫也遮爽啦。啊，这属是我上高尚诶安尼。上高尚，
哦，煞煞去啦，看我哦嘛是同款啦。干姐哦，带你来买几撮水送。啊，我一个月啊赚无偌济钱啊，我无钱啦。你无钱，别人有啊。人干姐倒来啊，先坐啊。海星小姐，嗨，刘先生，我跟你介绍一下，这哦是我的好姐妹啊，秀美小姐啊，秀美啊，这位哦是韩国华侨有钱人先生。秀美小姐，你好。刘先生。介意吗？徐碧啊，韩游先生哦，我要送你一个见面礼。见面礼？这个议长是正要出门上班，那么司机呢是就把车停在他的大门口要等他。奇怪，那个女主播是到底多几代？突然有两个歹徒，那么奇怪，安尼拢换一挂短头毛，还是长头毛煞无去？是有拿了一把枪，那么哎，大兄我等来啊！你等来，没啊？哦哦，吼！你挂一卡出去，啊挂几啊卡转来，你开袂少哦。哎呦，这人送的啦。哦。先我给你介绍，伊是阮大兄，叫做英雄。英雄哥哥你好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咱不，未歹个，水个。哎呦，怎么啦？哎呦，有人客哦。小美呀，要带人客回来，唔敢嘛讲，就我嘛通加传挂讲。哎呦，妈，我已经食饱啦。我给你介绍，这就是我给你讲迄个学姐，叫做凯欣。啊，你好，我凯欣啦。你好，你好。来，咱去房间。哦，袂歹个，水个，人生做水，还佫多。哦哦，佮你主播有病。哦，这款，哦，咱原来差遐济。嗯，就咧差偌济啦。哎呀，你是毋是足佮意这噪音啊？我。免歹势啦，介意都介意，快紧哦，马上叫秀萍介绍你。唔系啦，唔好啦，是讲难卖就较紧诶。房间做细间诶吼，未啦，我感觉恁家真宽。我是想讲吼，恁家够加一个房间，啊，我会使小住一时啊无？你要来阮家住？你嘛知影，我后个月就要结婚啊！而且我租的所在已经到期啊，我无想要讲无在遐厝细啦，是讲结婚之前吼，带点朋友因家，
不要紧啦，那是不方便吼，不要紧啦。嘿，无啦，啊，只是讲吼，阮家有做一个查甫，我跟你没关系啦。没呢，你坐好不？你嘛知影，我伫读册时阵吼，阮规家伙啊，着移民去外国啊，敢当我一个人住伫个国内，所以吼，我想要伫个结婚之前哦，享受一下家的感觉。嗯，安尼我等下就去甲阮妈讲，而且吼免出水。啊，搁再讲啊，今日若无你斗相共，我若可能熬着遐尼济水衫。来，你坐好无？那这吼是我们这种天生美女的权利啦，好好享受啦。安尼讲嘛是有影啦，安尼以后我好好甲你请教。我吼就等你请教。我嘛在咧想讲哦，要叫恁甲凯欣讲，叫伊较常来厝内佚佗，啊，结果要带咱遮，安尼好，安尼好，安尼就有机会啊。嗯，什么机会啊？啊，着恁大兄因娘啊，足介意凯欣的啊。袂吧？差遮济。啊，恁少年人毋是常咧讲，身高不是距离。你看恁母啊，我生这样的，啊，嫁予恁爸嘛差偌济哦。哦，差遮济。不过，凯欣下个月就要结婚啦。哦，嗯，啊那安尼哦，都要紧甲英宏讲的，无啊像迄啥物酒伫个哪个聊落就烦恼。啊无，我叫伊莫住好啊啦。唔免安尼啦，啊那厝定无缘分嘛，我都免讲啊。好啦，继续后台啦。等下妈咪，免客气。看你这看人就知影有啦，哪里啦？你足奇怪哦，你跟你讲讲无啦，啊大声都有人哦。喂，欧巴桑啊，你莫想讲哦，你食老哦有岁数，我唔敢对你安怎。够搞笑哦，规间厝来拆掉。卡电话。你们慢，你好当慢走，我怎么卡电话？我卡电话，我讲哦，你也唔走，迄警察叫伫隔壁尔，迄管区甲我是换接的哦，我即摆来开，伊差不多三秒钟就到啊，你也唔走，我即摆卡伊就随来甲你掠去死，你到底要走唔走？唔走，我就是卡啦。你叫迄个查某行路较细腻，莫叫我拄着啦。阁有，欠我的钱哦，一定爱还。那无，我爱你一只手。好，等卖走啊！好，我讲你是走去啊？那无，即声我管我叫人直接甲伊掠去死啊！有影？妈，放心啊，妈。妈，阿母好，妈，妈，啊你哪昏去啊？啊你昏去啊？迄个。我啊，昏去哦！啊，两个拢昏去啊！我即摆是要救什么人？名袂歹个，头毛长个，甲哦，名愈看愈水。啊，你拄好带一个，嗯，有精神无？拢无啊，一摆分两个。嘿啊，阿妈也昏去，阿朋友也昏去啊！啊，我本来是讲我要先救朋友啊，啊，不过人也讲我不孝啊，无救老母啊。啊，我也想要救老母，啊，佫惊人讲哦，拢敢来顾家己的人，啊，无顾朋友。啊，所以我唔知要救倒一个。公了，嗯，这个互你顾，恁母互我顾。好。
啊，你不是昏呢？嗯，我跟你昏呢，跟昏呢变久嘞，我是惊这软坎安尼啦。体力，体力啦。体力我嘛足爱啊，啊，我恁新妇无伫，啥物做你食？我话叫你披萨就好啊。啊，是我做的，你较较口味啦。哎，开心嘞。应用咧个歌。讲真实的吼，这开心哦，真外缘嘞。啊，人安尼水水啊，身材阁遮好。嘿，那予咱应用做某唔正好。哦，身材好啊，肉色色啊，哎，甲应用做阿妈某都乌手徛水牛。是足爱用我做新妇的啦，啊，不过后个月就嫁人哦。是啊，哎呦，遐什么遐罗摩来吹，甲有啥物瓜葛？我唔着来跋杯的，等下开始若精神再问我清楚就好啊。可是罗毛又来了啦！发生什么代志？是发生什么代志啦？你把我困社会了。困做位，有啊有啊，我无啊。哥哥无，你凭什么讲我困做位？开始，你莫哭啦，你让我哦了解一下情形到底是安怎的啦。你喜欢啦，啊，趁两贵的时间，啥物？无啊，我无啊。英雄诶，你那，哎呦，你甲人困。就是唔对啦！哎呀，开心啦！我咧应用吼，真高个真刁钻哦，应该是袂做这，我是误会啦。阿伯，啊，你意思讲我舞蹈英雄大哥是，啥物人知影？伊到趁我分去时阵搞安怎？代志也是传出去，我。现在是怎样啦？你自己好事，你自己处理。拢无安怎？真是拢无啊！你那真憨蛮呐！大兄不是你想的那款人啦，想知啊，不得靠伊哦，点点吃三碗公婆，伊是故意的啦，伊无可能甲你迄落啦。你大兄一看吼，就知影迄个心理有问题啦，要若无伊，那到即马袂娶某。啊无，我叫阮大人都莫讲，安尼就无人会知影啦。讲到这简单，万不伊这件代志也是传出去哦。阮未婚夫也是不爱我，你叫我以后是要安怎才好？啊无吼，我叫阮大兄带你啦。我知影阮大兄有较歹啦。啊无吼，我叫阮小弟带你好啊，阮小弟较缘投啦。啊，是讲你敢会排斥姐弟恋哈？无，你看要安怎才会当解决嘞？我要提车小费。五十万，爱唔咧讲攀啊？是咩？真是这么无讲人情哦。啊，这都嘛爱怪大兄啊。代志是我引起的。无钱我来负责啊！啊，人困是我甲伊困的啊。困你一困好啦，你要对账五十万啊？无啊，我来银行借啊。嗯，啊你安尼去，人就要借你啊，吼！尊重信用贷款啦，人看到你有五万块都袂瘾借你啦。我，就啦，我咧哪想哪唔对咧，啊无知咱咧哦，好心会来带咱兜啦，啊，佮有迄啥物罗摩咧来催伊。真少家己想过哦，应该是计好个哦。妈，你哪会当怀疑我的朋友？你妈怀疑咱是对的，
你外久无改联络？嗯，毕业到即马。我咧几年啊？哎，人咧变一下就变啊呢。要唔过，应该是要骗我才对啦。哼哼，你哦，抢袂掉的吼，共斗算钱，佮唔知讲家己抢袂掉的，啊，佮共讲努力啊，感恩啊。